点香喝茶。好的，开开胃。今天来了戴帽佑。戴帽佑，阿拉上海人。耶。嗯。好久不见，上海人。是这种杯子叫戴帽佑吗？这是吉州窑。这是马英祥老师的手作。好茶，今天是最高级的口粮茶，没有什么最高级，就是说你感觉这个茶好就是好，哎，好像他们喝茶的都是，咱们不去谈这个茶多少钱，太俗。像我这种不懂的，你觉得哪里个值？大家好，香，这么装水来，再来点。不要紧的啊，不要紧，我们就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上海朋友大家好 ，OK 吗？小戴来了。来了，今天有个新名字。戴帽佑。啊，这个马老师应该知道啊，戴帽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茶器啊。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。不，这里没有。好吧。这是国宝。好。啊。那这个名字给我起好了，那我应该值得拥有一套国宝。日本博物馆打劫一下，在那个百度上查一下，抢劫博物馆判几年，看看能不能承受。这两天很久，大家说龙哥没有和大家嘎嘎三胡聊聊天了，因为龙哥心里不是最好，心情不好，心系上海魔都啊，魔都沦陷了。我在这边呢，就是整天的担心家里人到底有没有东西吃。对，我也是。是吧？对，每天问我妈居委会的办理报到了没有。对，所以没东西吃，所以我急啊。我每次在吃很多美食的时候，我就一吃到美食，我就想到上海所有的朋友家里，是吧？他们有没有在吃饭？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东西。然后最近的负面消息也特别的多，负面消息我就不在视频当中说了。为啥呢？这些负面消息直接会影响我们五湖四海的所有的朋友啊！当然了，有很多负面消息都是说我们上海人，对，说我们上海人排外，说我们上海人从这一次疫情当中看到我们上海人的素质很高啊！我就想跟这些说负面消息的朋友说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了解上海吗？是吧？上海从来不排外，排外的事情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啊，现在不管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，大家都是啊，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吧？对。哎，大家应该相互帮助，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家人、帮助朋友，对，都是应该的。是啊，不要老是在后面倒腾这些，所谓的这些流言蜚语啊，贬我们上海人，贬我们上海人干嘛？你压根就没去过上海，你去过上海之后，你压根了解上海的话，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对，无聊至极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看我前段日子疫情发生到现在，龙哥没有拍过任何视频。照理说，凭我自己以前的脾气，我早就开骂了，对吧？我不是挺上海人啊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哪里发生疫情啊，咱们都是中国人。应该守望相助，对，不要在背后，说坏话，不好的，知道吧？没有意思，说三道四。所以今天呢，小戴老远的从京都赶到了大阪，为啥呢？他知道龙哥心情不好，对，过来陪陪我，喝喝茶，约约茶，对，啊，顺便呢就随便的拍一集，啊，搞个几分钟啊，让大家见见我，否则老师在视频当中看不到龙哥。是吧？还是非常好的。好吧，大家守望相助啊，挺过这一个难关。对。啊，一会儿呢，我跟小戴去吃东西。咱们今天去那个，吃点东西，搞点美食吃吃。啊，咱们要化悲痛为食欲。到时候看一下，胖是不用胖了，我这个肚子太大。还好。其实龙哥身材还是很好。很好的，再见一次面。对的，又要去老地方了，说结婚年底结婚。对，本来想
本来想去那个叫什么银阁寺，想去看看那边的樱花。后来昨天我出去看樱花，有很多樱花都谢了，掉下来了。京都现在是满开，但是估计快了。嗯，有的是机会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澜沧古茶，健康好茶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。疫情当中呢，大家尽可能有机会能够外出解封的时候，多买一点艾草、艾条，还有那檀香。你们可能买不到那个沉香，啊，龙哥不推荐，也不推销，啊，我手上有很多沉香，啊，你们就买檀香、艾条，在家里熏一熏，多多的喝普洱茶、红茶之类的，啊。尽可能保护好自己啊，要提高免疫啊，扛过这一个最艰难的时期。对，好吧，希望早日解封，大家自由自在。嗯，日本现在全部开放，基本上是开，对吧？106个国家全部都开放，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哎，怎么想怎么玩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希望你们早点来日本啊，来旅游啊，等着你们，等着你们啊。欢迎你们，期待光临。嗯，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视频。嗯，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。我是龙哥，我是谁来着？戴茂佑。好，今天刚起的新名字记不住。对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董事们见位了，马云们见位了，好好保重自己。啊， okay, 我们继续。好，关掉吧。不用关了，这个后面就相当于像彩蛋一样。彩蛋一样，哎，龙哥，你混演艺圈的，你认识明星吗？我认识很多明星。真的吗？除了周润发，记得周润发还有谁啊？叶倩文没有拍过照。现代的，我说现代的。现代的。对呀、啊。现代的周迅。周迅也不年轻了，好吧？周迅不年轻，那就没了。没了，哎呀，哈。我最近好喜欢肖战。谁啊？肖战。肖战是谁啊？肖战是一个帅哥。不是，明星这个东西，你说老一辈的明星肯定要比新一辈的明星有味道。对。现在的明星是靠脸吃饭。对。靠脸拍片。对，好帅的。以前是靠演技的。对，以前是又帅又演技，现在演技我们也不想看了，就看个脸就可以了，有脸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，同志们啊，回头闲聊结束，感谢我们结束啊。